就是我的这个旋转的这个加压的力量变少，就是我没有再刻意的去做这个扣的动作，就变成一种越直下来球会越快，但它的变化幅度会越小。那四缝线其实就是我最拿手的球路。那为什么我会拿四缝线？是因为我觉得握起来对我来讲是最舒服的。像柯肖，柯肖之前我们在聊那个滑球，因为我刚去的时候他还不会，2008年他还没有，他只有丢曲球嘛。那我他会叫我曲球，我有跟他分享我的滑球。然后他在丢滑球的时候，他也是直球，然后他把它反过来而已。他也是一样是用直球的四缝线去丢滑球。像我生涯里面，我一开始从二缝线握这样子的滑球，哦，然后我会慢慢的微调，高跟低，就握到自己舒服的状况。但滑球最主要就是你的手腕在出手的时候，因为我们投球啊，直球每次出手的时候，我们身体很自然会做一个反向的加压，所以你看所有慢动作都是这样子。很自然就是这样子。哦，对了，对，对不对？好，啊，你为了要让球产生滑球的效果，最主要就是你把手腕扣住，变成直上直下，就这样而已。我的球速大概之前是大概86滑球，但生涯后面的时候我可以丢到90、91，就是我的这个旋转的这个加压的力量变少，就是我没有再刻意的去做这个扣的动作。就变成一种越直下来球会越快，但它的变化幅度会越小，照理讲，啊，但其实我们在抓就是说投手到本垒板的距离越晚变化越好，那到最后只要有半颗球一颗球落差就是让你打不到，所以变化幅度不是越大越好，是越像直球出手越好，所以投球是越轻松越好啊，但你要为了要做到越轻松越好，你那个动作就是要在练习，那你还可以在抬脚的时候，我身体就很自然的可以在那个角度投球。像我的曲球是单指曲球，单指，对，所以我就是其实我习惯性的就是把我的中指扣在球线的上缘，这样子，就这样。哦，最主要是我出手的时候跟滑球一样，但我出手它自然因为少了一次收肘压力，它自然很下。往下压，产生这个。但我变化球，我曲球拿起来的时候，我就是这样子，所有的手腕已经先往内侧转，哦，就减少它在这边还要去转动手腕的感受度。我为了不要在这段时间差里面，就像我刚才投球讲的，这段时间差里面有太多的变化，我不可控制的因素。那柯肖是本身它就是高压的投手嘛。所以他的球你可以看他的幅度很大，啊，但你看他为什么会这么好，就是因为他有多了一个横向快速的，很多打者在打一些一个弹跳两个弹跳的，啊，因为他投起来跟好球的距离是差不多的，所以他们在挥棒的过程中球产生变化掉下来，虽然说他捕手没接是坏球，但他们的挥棒就是好球，所以因为他会一直转嘛，那你转的过程中其实他就是增加。所以我们讲的时间在时间差里面，你做越多动作，它越容易造成你不可预料的风险。当中继的其实你只需要一颗武器球，啊，但这个武器球要跟你的就是，比方说我的直球很强，那我的武器球就是要配我的直球，它要产生效果。啊，基本上我只要有两颗球，我就可以让大部分的打者出局了。Pujols 啊，我们那时候是跟那个 Pujols 会比较常遇到。但我也三振他蛮多次，两三次吧，忘了。切西阿德里，然后你看我的曲球，你都还记得哦。下一颗就是曲球，哦，因为他3-9三振啊。生涯看过投最好的曲球，除了郭宏志以外的，没有了。